外面刚有那个画板，我们要不要拿进来画画？好呀，好，走。哎，这个画板在哪？我去拿。啊，那我们要画一个什么主题的？规则是这样，我们画2到3轮，然后第一轮每个人画2分钟，第二轮每个人可以画5分钟，然后第三轮每个人画2分钟收尾，好不好？好。白色肯定要。爸爸，我想要这个颜色。哦。这样。你也要加入吗？那个猫很好奇我们在干嘛。嗯，差不多了，我先画。好，没有一定要画什么，随便画。对，随便画。准备好了吗？我可以给你计时，很严格哦。哇哦，白色什么都没有用，因为它这个板子是白色的。哇哇哇！哇，你拿板子的姿势很专业。好紧张啊！那你们可以猜我想要画的是一个什么？爱心。好嘛，我觉得第一个人挺重要的。好认真哦！耶，好，开始吗？可以。哦 ，Look at her！ 嗯，你看到吗？还蛮酷的。他这样我有点好奇了。时间是不是快？不行，等一下。好了，那我等一下再描。哦吼吼！开始。嗯。还剩34秒。嗯。OK。Time up。My turn。哦。哇，那在先撒娇。没有。那你刚刚你说抱我。其实那个影子蛮 OK 的啦，远看，就这个点也挺可爱的，蛮可爱的，好好看。嗯 ，It's cute， 耶！我们刚才集体完成了一幅画，当然，你这个最后这个微笑是一个点睛之笔。那爱心下面那俩撇是咋回事？哇哇哇！不是，是它流下去的，就是它那个水太多，滋就流下去了。然后我想问，那就顺势的左边也流下去呗。左上角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想画东西而已。然后我就给你呼应了一个右下角。对，姐妹彼此之间的默契，不是默契，是我跟随你。I follow your step, follow my heart。我作为第一个画这幅画的人，那我觉得这个大爱心也算是记录我们三个人的友谊也好，还是家人的感情。没错，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，所以呢，我就选择用蓝色来点缀一下。我就觉得应该充满着快乐，所以呢，就是很多彩色。我就画了一个笑脸，就是我们平时也大概就是这种风格了。感觉我们都互相理解了彼此的意思吧。嗯 ，Give me five, give three five。
Hello。怎么样？哇，你们的大作哎，巧纳蒂。对。是不是？怎么样？这两天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。OK。姐妹们能够一起相聚的时间挺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希望能够定格你们的一些瞬间，所以也为你们准备了一些小小的礼物。好啊，你们会不会想要再多一点这种机会可以聚在一起？我觉得就是因为平常工作忙，所以呢才会觉得有这种机会很特别 special。但我们需要 plan 一些这种机会啊。对，就不管是去旅游呀，或者是就是真的。在家里然后相处，觉得都要常常这样子。我觉得我想跟你们真的去旅游，哎，国内有特别多漂亮的地方，我们也应该去走一走。确实是，就我觉得姐妹之间不用维系感情，需要对方说就是你都知道那个人在，你也没有任何负担，然后你就把他当成垃圾桶，然后有时候你也是他的垃圾桶，就算不天天联系也没有关系。所以我就感觉爸妈是你坚强的后盾，但闺蜜和姐妹才是你的，就是陪伴终生的人。对，可以这么说。哎，你就那张，你有一次就你给我转来了一个微博，就是三个老太太在一个橱窗面前，然后她们穿得很 fashion。对。我说我们以后要变成那样的人。按理来说，对吧？这种。这真人秀拍出来应该是什么大姐姐照顾两个小妹，但来并没有。昨天晚上有被你们照顾，然后弟弟就在那默默的洗菜，你一个人做了很多道菜，我刮目相看。真的，我没想到我姐姐在关键时刻还挺厉害的，因为关键时刻，所以不是关键时刻都超级不厉害，是吧？可能就平时比较像跟我一样大的妹妹一样 like 黏着我啊或者什么之类，但是一到那种关键时刻还是会突然变姐姐一样，对，就会特别惊讶。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去摘菜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都穿那个胶鞋，然后戴帽子，然后戴手套，包括捡鸡蛋呀，然后找最大的西瓜，就这些小细节会让我觉得就是很难忘。很难有这种机会可以展现我不好的厨艺给两位姐姐们，包括家人们。希望你们觉得我做的很好吃，好吃没有让你们中毒，没有，真的很好吃。所以对，而且我们昨天在一起是7月1号，是度过了下半年的第一天，还有第二，真的是我很开心。下半年的前两天是跟你们两个在一起这样度过的，就很美好。一起度过很普通，但是这样度过就还挺特别。对啊，就很好很美好，感觉给下半年开了一个好头，绝对好头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收拾行李，我们准备退房。OK OK。哇吼！离开了阳光小屋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 ，everything。Dear D and 巧，只要你们记得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在。加倍的幸福下去吧，爱你们 ，Love keep us together。我吸了，我吸了。可以在这么好的年纪遇到你。Someone the best for